首先的意思不是驿站，而是指马，是供驿站来传送文书和官员使用的一种马。那么后来就自然引申为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大家都熟知的驿站。其实呢，中国古代就有最早的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了，有一些名人就是干这个出身的，比如说汉高祖刘邦当的亭长就是秦代的一个邮政局长，还有就是推翻了明王朝的李自成就是一个被开除了的快递小哥，最后投入到了反明的起义当中。而且呢，还有我们这边的这个外卖小哥在古代也有，比如说在我们的国宝级的名画《清明上河图》当中就出现了一个送外卖的小哥，他一手拿着筷子，一手拿着两个碗，就在给别人送外卖。而且呢，在史料当中也记载，宋代的普通人他们就是点外卖和下馆子，甚至连皇帝都特别喜欢点外卖。好。